质量局，我是说可能。这么稳健啊，全补一刀没漏，哇哦，我操，哇日，关下哥，关下哥，我操，牛逼呀、啊！哎呦，乖乖，这把这两把的对线，一把强度比一把高，我操，强啊！把把上压力。我的双手沾满了罪孽，哦，坏了，被逮住了。我去擦个眼，这不可能会来提我款。我说没闪有点危险。他的 Q 放的真的好准啊！他的每个 Q 都在预判我的走位。他的回伤提，他的回伤提就跟丁力贤记拉夫是一个概念的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压力，全是压力，大伙全是压力，操，把把把把都是压力，这些他妈的顶级上单。月剑。这
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有点烂了。这把我可能要隐身一会儿了。我已经流浪了如此之久，完犊子了。往日的负担，感觉要被他这个老黑打昏迷了。此前能射是个炮车吗？吃不了。啊！坏了坏了，难受。啊，烂大了喂！哇！以暴止暴，喘不过气来。浓厚的死亡气息，我该怎样继续前行？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吃不了，他上线了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支援一下，这波刚好。逃避一下对线，坏了坏了坏了，点燃就拿了个助攻，哎呦没 K 到头。哎不是，他这个能拆塔他还故意不拆，他不让我吃兵，究极压力。啊，他能拆塔他故意不拆，他要折磨死我了，给我一个解脱吧。
能不能给我一个解脱啊 ？A 一下塔行不行啊？太过分了！哎呀，听歌了，对线结束了，一塔没了，我可以好好吃冰了。看有没有可能直接去下路了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开个张，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，将怀疑抛诸脑后。这狗要下，赶紧！这波上路没人，我得抽一下发育。啊，回来了，赶紧撤！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
这四狗可能会来虐我。无法超过惩罚，我知道他想要什么。 可以，nice， 我操，这打了个0.5，有点夸张的。 哦，这把打完不能再秒退了，绝对不能再秒退了。 先决黑切了，我就不用出了。哇，好不容易躺了一把分，不能再秒退了。被上了两把压力了，上把打拉夫上单，这把打小汤姆，我操！
走了吧，走了吧，打小龙吧。完了。挡不住了，哎呀，还行还行，我拖了点时间，可以拆下塔啊，这个也没大了，这三个大招。我这波想杀对面的弱人，跑太快了，追不上。他们三个没大，感觉他们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完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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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撤快撤快撤，大伙，我操，开疾跑吧，交个闪吧，崩了，感觉动不了，大招开不出来，赶紧打个春哥。坏了坏了，这波有点亏啊，死了好多，这波就 AD 活下来了。打个春哥，死的狗，死的狗不会又来搞我吧，落在这里。哎，我没进去啊，坏了，兄弟们出问题了，我被葵香体给拉出去了，我被葵香体给撞出去了，我操，这波我在圈子里的话可以打一下的，他把我撞出去了，我操，兄弟不行，关一下盖关一下盖关一下盖，不对劲不对劲，我操，我在圈子里这波我们就能打了，等圈子快结束的时候我直接 W 三个，我操，但我不能死的，我得打控制。我操，悬赏点都要失效了，哎呦，被撞出去了，好难受啊，我没有试到大招 shit。 我该怎样继续前行，但我做下视野了，我操，他妈全护甲，感觉得塞拉斯才能打得动他呀，297的护甲。选择你自己的路，
前车之鉴，后车之身。 狗在啊，走走吧。 三伯，差三伯。我已经流浪了如此之久。哎呀，差50块啊，这不能再带了。哎呦，回家等点钱吧，没有东西吃了。 我现在不能带线啊，我带线要被对面抓啊！那野捕现在想抓单。 Double kill.
哎呀，好难动啊！对面怎么这么多控制啊？我操你妈！对面这控制这么多，真的好难操作啊！我键盘都要按烂了，我就生怕我按不出来。哇，这么多控制！ 拉西亚，哎哎哎，炸弹！我操，一波！哎，没兵线啊，怎么办？能摁拆吗？我砍！ 你们别退！哎呦，你们别退！哦，OK，OK， 有人没退，我操，我又集到记忆了，我操，我真的又集到记忆了，还好没有十个人秒退，哇，我上把就十个人秒退，白白少捡了一把分，上把也是，好像五二零，哇，我现在应该是530的，上把少加一把分秒退了，还好吧，这把打团还是有点用的，被抱歉了，这把被抱歉了，没打好。 小畅木的奎香提，对线打得太好了，这把被爆线了。不过对线的话不。